2月1日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一行抵达英国大使馆官邸，现身某盛典。该盛典作为一次英中创意、教育、食品、医疗、科技、文化及旅游领域的合作展示。现场，青年演员 Angelababy 被授予英国旅游局友好大使、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推广大使称号。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特别邀请者之一， Angelababy 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一行进行交流并合影。交流过程中， Angelababy 也向来宾介绍一些中国上海的特色，表示欢迎今晚去我的家乡上海，推荐品尝一下地道的上海菜。 Angelababy 也表达了几次前往英国感受当地文化的感受，并表示希望未来更多合作，将尽自己所能传递中英两国文化，积极推进实现中英旅游、中英文化教育发展的美好愿景。